九九在哪里？超多人的。东东，你有看到哪一个是哥哥吗？看不到了。太多人了。你有看到哥哥吗？没有。怎么办？只能靠他来认我们了。靠他来认我们，比我们认他好认很多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找不到小孩。我们来看哥哥的书包，哥哥的书包是白色的，只有他是白色的。你有看到 white 的书包吗？怎么办？我们找不到哥哥，怎么办，东东？在门口吗？哎，我在门口，可是我找不到。哥哥到底在哪里？完全看不到我。我看到月亮妹妹了。对你来说是月亮姐姐。我看到哥哥了，等等，哥哥在那里，你下去抱他吗？好，哥哥来了，哥哥来了。终于接到你了，好多人，好难认哦。他唱歌给你听，他来唱歌给你听。你要帮他唱 number 十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好热哦，你今天还好吗？还好。东西都有发了吗？都发。要秀学号，什么新的联络本，回去再跟我讲。爸爸抱抱吗？人好多，我们赶快抱起来。嘿，哎呦，什么东西？今天怎么人特别多？对啊，今天好多，因为返校日所有的人家长什么跟那个安亲班没有安亲班啊，返校日全部都来接了。